所以呢，哦，来到这边一定要唱客家歌。对，没有准备好，他笑场了怎么办？他刚才转过来跟我们比个耶，想说怎么了吗？对，我是跟你打招呼，什么耶？结果啊，我忘记了。那你今天有准备客家歌吗？我其实有准备，真的。对，带来一首客家国歌。客家国歌，那就是客家本色喽。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会唱？真的你会唱吗？我会唱，会唱。三个五台吗 ？OK， 我知道 ，OK 了。他有练，他真的有练。那这样子好不好？应粉丝要求，可以跟大家先来一个合照吗？我们一起啊。对，因为我刚才因为我刚才没有跟你合照到，粉丝朋友们。会唱，你们等一下陪着他唱，万一他如果我如果咬字不清，不是这么的正确的话，请大家多包。你就把麦克风，好，就可以了。我尽量自己唱了。好，我们掌声欢迎不凯带来这一首《哈达混血》。Thank you.